老王测试新神兽超级神兔。兄弟们，这个老板说他开车有事儿，让我先给他垫点钱，把这只宝宝送到100级，打两本书啊。那我觉得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，梦幻玩家不骗梦幻玩家，先给他秒个9000万吧啊。Later。超级神兔在几点钟方向？咱们是叫超级玉兔吗？3:50方向啊，98.68，您他妈可别编了啊！这宝宝叫超级神兔。4500万以及五个神兜兜，我再秒9000万啊！东北盖溜子说：“你家神兽能进阶？神兽能到1.3成长啊，但是洗不了特性。”我操！这个商人怎么不看传音呀？啊！完了，给老板多花了150万，这下更不能给我钱了。没事，老板结账的时候扣15就行。传音钱也得算我的是吗？啊，那扣30吧。啊，
全新的生肖神兽超级神兔重做版啊，测试2080啊，攻击速度还是很快的啊，造型也很可爱。他进入战斗的形态是趴着的，右边的状态点不到。好，又变成了一个站立的兔子，站立的兔子啊，攻击就直接降低了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形态的兔子就是有点拉，每次回合切换一次，下回合又要趴下了啊，趴下的时候就开始起飞。来，兄弟们，这是进攻形态，炸！真实伤害就会醒，然后伤害太高会直接打死啊，不是 bug， 我玩明白了，兄弟们啊，有啥用啊？兄弟们，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输出是双倍的伤害，这不是的吗？啊，处于惊醒状态时，物理伤害大幅度提升，也就是基本上处于双倍的伤害。现在你正常应该平 A 的话应该是600血啊，你进入梦醒的睡着的状态就500血，正常是600，然后你进入那个状态的话直接打1000啊。还行吧啊，怪物也能打500多血才可以啊，这个神兔还是不错的啊。